此前，范冰冰在接受采访时称，听说父母相爱时生出的孩子会比较漂亮，弟弟范丞丞可能是在父母没那么相爱时生下来的。近日，范丞丞接受某采访，被记者问到：“姐姐范冰冰在你心里是女神还是女神经？”范丞丞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女神经，一点也不给姐姐留面子。”姐弟在公开场合互怼也是很可爱啦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